四爷，我给你添酒。 桑琪，你想什么呢？一不小心，不是，我对不起四爷。桑琪，你四爷，对不起，我不小心的。四爷，要不然你洗个澡，我给你热水。你快去。好的，我去了。 准备稳妥了，你安心洗就行了。对了，脏衣服嘛，你就扔在外面，我一会儿就给你洗了。那倒不必。这是我给你弄脏的，当然是得我负责了。那好吧。 解释的，不让你出去。你要不然你把这中医给我。出去！哎哎，好，这不是有楼梯？哎，吓我裙子。 所以燕鹤行让你们拿我的中医，你就故意把饭菜泼在我身上，逼我来洗澡。 你觉得自己很聪明是吧？你就没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吗？我不该闯四爷的浴池，四爷教训的对。是，但我说的不是这个。你与我在这里纠缠这么久，他严小狼为什么不见踪影？还以为自己技无双。 其实早已经被人截胡了。